看一下，我们今天从这个 Second Chronicles 哈，Second Chronicles 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历代志下，Second 是表示它是下集哈，如果是上集是 First Chronicles，OK，好，First Chronicle 我们现在讲的是 Second Chronicles Chapter 21 Verse 20哈，我们先看一下十九节，十九节这个王哈解释了他的死因。In the course of time，随着这个岁月的流逝，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year，哈，在他的第二年的时候，他这个病第二年的时候，his bowels came out，真的如这个先知所讲的，他的肠子就掉出来了，哈，掉出来了，because of the disease，因为这个病的关系，哈，因为这个疾病的关系，注意这个 disease，哈，不是。一般的病哈，通常都是很重的病，比如像我们讲肝脏啊、肝病啊、心脏病啊、阑尾炎啊，或者是什么这种叫得出名字的毛病，我们叫 disease，不是一个现象而已，不是只是咳嗽、发烧、流鼻水哈，这个 disease 是一个病。And he died in great pain，他死的时候是在相当大的痛苦之中。In great pain，注意我们的介词用 in 哈。His people made no fire 哈，in his honor 哈，in his honor 就是说奉他的，在他的这个尊重他哈，来荣耀他的时候呢，他的老百姓并没有说烧什么东西啊来荣耀他，这个是一般王死的时候的习惯。可是这个王他死的时候没有，as they had for his fathers 是他的列祖列宗。他的先王们，哈，那些先王们，人家死的时候，老百姓都是会烧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来荣耀他们的，哈，这个王没有。好，我们再看最后一节了。Jehoram was 32 years old when he became king。Jehoram 这个王呢，他是在32岁的时候是做王的。And he reigned in Jerusalem 8 years。他在耶路撒冷做王统治了8年，哈。He passed away 就是去世的意思，哈，比较好听，不讲说 died 哈，我们也可以讲 die，但是因为他是个王哈，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父母啊，或者是我们的名人呐，有的时候啊，这些我们有时候我们就不讲 die，我们讲 pass away，就是他过去了哈，过去了也就他去世了。To no one's regret, no one's regret，哈，这个是真的很悲惨的事情，没有人啊为这个事情而思念他，没有一个人。Regret 一般来讲就是悔恨啊，或者是后悔啊，对他的去世觉得很难过啊什么。居然他死的时候，没有人为这个事情悔恨啊。And was buried in the city of David，哈，他死的时候是埋在 city of David 是大卫城，他就埋在那里。But not in the tomb of the king。注意啊，这里特别强调，他死的时候是埋在大卫城，但是不是在那些列王以色列各个王的那个王的坟墓里面。他的情况很不一样。OK，好，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记载有关他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就看哈，大家看一下这个一个二一个 Chronicles，就是 Second Chronicles。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读作 Second Chronicles 哈，历代志的下 Chapter 22。The people of Jerusalem made Ahaziah, Jehoram's youngest son, king in his place. Made，注意这个是 make 什么人 king in his place，所以我们要让什么人做王是 made somebody。King，OK，okay？ 所以他们让Ahaziah 做 king 做王啊。Ahaziah 给你解释一下他是谁？他是 Jehoram 的 youngest son，是他的最年轻、最小的儿子。最小的儿子让他来接这个王位，in his place 取代他的位置啊，来做王。Since the raiders，OK，okay？Who came with the Arabs into the camp? Okay, 这个是因为 Okay, since the raiders 哈，我们看一下这个 raiders 的解释。Okay, raiders 呢，一般指的就是说，一般来攻打他们的时候，Okay, 突击队的，比如说突然来攻击的叫突击队员啊。这些突击的人 who came with the Arabs
因为有一些人是跟着阿拉伯人一起来到这些军营里面来攻打的这些人，had killed all the older sons。OK，为什么会选择最小的儿子当王呢？是因为跟着这些阿拉伯人进来突袭的这些人叫做 raiders，哈，突袭的人。这些人他们曾经被他们突袭过，这些人把所有大一点年纪的儿子啊，Jehoram 大一点年纪的儿子都杀光了，所以没有办法了。王室只剩下最年轻的这个儿子，所以 Ahaziah 这个 Ahaziah 这个最小的儿子呢，就接了王位了。Son of Jehoram，他是 Jehoram 的儿子。King of Judah began to reign。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小儿子 Ahaziah 他就开始啊做犹大的王，began to reign，他就开始了他的统治，他开始做王了。Ahaziah was 22 years old when he became king。哈，当他做王的时候呢，这个小儿子呢，他只有22岁，相当的年轻哈。And he reigned in Jerusalem 1 year。然后呢，他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做王，reign in Jerusalem。哈，在耶路撒冷的地方，他做王做了1年，1 year。His mother's name was Athaliah。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很多重要的王，在讲到他们的时候，都要提到他们的母亲，哈，他们的母亲。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是非常重视孩子的母亲，哈。这个 Ahaziah 他的妈妈叫做 Athaliah，她是 granddaughter of Omri。她是 Omri 的孙女，哈，Omri 的孙女是这个新王的母亲。He too walked in the ways of the house of Ahab。所以，我们一看到这句话，in the ways of the house of Ahab 是指 Ahab 家里面，Ahab 家的那个方式，他们的道。所以，他行的也是 Ahab 家族的道。Ahab 家族，我们马上就反映到 Ahab 家族是。恶行的哈，是恶行的。For his mother encouraged him in doing wrong，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母亲就鼓励他做错误的事情，鼓励他行恶事哈，所以他走的也是这是 Ahab 家族的这些恶事，他行的是恶道。He did evil in the eyes of the Lord，哈，这句话很重要，他做的是恶行，这个恶行呢是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是恶行的。As the house of Ahab had done, had done 是过去完成式，就如同过去 Ahab 家族他们所做的事情一样。For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they became his advisor. OK，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很年轻，他是爸爸的小儿子，对吧？哈，他在这个年纪很轻的时候就接掌了这个王位啊。然后呢，他的在他爸爸死后呢。这些Ahab 家族的这些人啊，这些人就是他的富家的 Ahab 这一家哈，应该是算是他的等于是他妈妈这边的家族的哈，等于算是他祖母家的这一帮的人。这些人呢，在他父亲去世以后，这些人就变成他的 advisor 就是这些都变成他的顾问了，给他主谋了，给他做谋略的这些人。To his undoing, okay, to his undoing. 对于他所做的这些坏事情呢，都是他们给他建议的，让他做很多很不好的事情。所以他的恶行呢，其实就是跟他的这些所有这些 Ahab 家族的人给他的这个谋略是有关系的哈。He also followed their counsel when he went with Joram, son of Ahab, king of Israel, to war against Hazael, king of Aram. 他同时 follow their counsel 是接受人家的意见，接受人家的顾问。OK，counsel 是人家给的意见哈，人家给他谋略哈，所以他也跟着听从人家给他的谋略。当他要去怎么样？Went with Joram，当他跟这个 Joram 王，好，Joram 是谁呢？Joram 是以色列的王，是 Ahab 的儿子哈。但所以他跟 Ahab 家族是走得很近的。以色列当时的王呢是 Ahab 家族的 Joram，他是 Ahab 的儿子啊。然后跟他一起出去打仗，to war against Hazael，他们一起去打 Hazael。Hazael 是谁呢？亚兰王，King of Aram。OK，
他们是亚兰王，在什么地方打仗呢？在 Ramoth Gilead。他们在 Ramoth Gilead 在那里打仗的时候呢，他跟以色列的王，也就是 Ahab 家族的人是走得很近的。The Arameans wounded Joram。当时他跟以色列的王一起去打，那么这个亚兰人呢就把这个Joram 就是以色列的王给打伤了哈 ，wounded 是打伤了这个动词哈。So he returned to Jezreel to recover from the wounds。当然，这个王哈，以色列王被打伤了以后呢，他就回到 Jezreel 去啊，来复原，等待康复 ，recover from the wounds 啊，希望他的这些伤口都能够得到恢复。And they had inflicted on him at Ramoth， 这个就是他们造成他的伤害，造成他这些伤口呢，是在 Ramoth。就是 Ramoth Gilead 这个地方，他们打仗的时候造成的。In his battle with Hazael, king of Aram， 就在他跟亚兰王 Hazael 打仗的时候所造成的这些受伤的伤口，他回去康复的时候啊。Then Ahaziel, son of Jehoram, king of Judah， 那么这个犹大王，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小儿子啊，接 Jehoram 的这个小儿子啊 ，Ahaziel 呢，他就 went down to Jezreel to see Joram 啊。两边毕竟还是兄弟啊，兄弟国，所以呢，他就到 Jezreel 这个地方来探视、来拜访呢，这个 Ahab 家族的这个 Joram 啊，他是以色列的王，because he had been wounded， 因为他受伤了，他来看他。Through Ahaziah's visit to Joram， 就透过这个 Ahaziah 王哈，犹大的王来拜访这个以色列的王 Joram，God brought about Ahaziah's downfall。这个 downfall 呢是做了不好的事情，OK，让他这个堕落，OK，让他就堕落，让他就做了有了不好的事情。downfall 是一个人的堕落，就因为这一次他来拜访他呢，神就给他带来了堕落。When Ahaziah arrived，当这个犹大的王 Ahaziah 到达那里的时候，he went out with Joram to meet Jehu son of Nimshi。他跟这个 Joram 哈一起出去，就跟这个 Jehu 见面。Jehu 是谁呢？Jehu 是 Nimshi 的儿子啊，whom the Lord had anointed to destroy the house of Ahab。这个人呐，Jehu 这个人不简单，他是神亲自高抹的，anointed 是高抹的啊，他亲自高抹这个 Jehu，用来做什么呢？destroy 要灭掉 Ahab 家族的。要灭掉这个 Ahab 家族的。好，While Jehu was executing judgment，也就是说他在执行这个审判，就是要讨他们的罪。OK，这个地方我们翻译中文圣经是翻译，就是翻译成说他要讨他们的罪。哦，也就是说他来执行这个工作，执行这个审判的工作的时候啊，这个是当然都是神所授意的哈。Executing judgment，OK，他来执行这个判决，判决什么呢？On the house of the Ahab，这个 Ahab 家族，他要来执行这个判决的时候，He found the princess of Judah，他就发现了 princess 在这边不见得是王子啊，这里就是指他们所有的首领，他们的领袖带头的人。他发现犹大家族的这些带头的人。还有呢，the sons of Ahaziah's relatives，还有一些犹大的，因为犹大王来访以色列王是吧？哈，当然就带来很多他的亲戚们。这些呢都是 Ahaziah's relatives，是 Ahaziah 王犹大王的儿子们，就发现有很多这样的在那里，who had been attending Ahaziah，他们都是伺候，attending 在这里是指他们服侍伺候，他们都是伺候 Ahaziah 王的。And he killed them，因为这个 Ahaziah 呢，知道当时 Jehu 的工作是神派他来要毁灭这个这个 Ahab 的这个家族，是吧？他发现这个犹大王带来的这些人其实都是Ahab 家族的人啊，这边有很多他亲戚的儿子啊，还有这些服侍 Ahaziah 王的人呢，他就把他们都杀了，把他们都杀了。好，He then went in search of Ahaziah，然后呢，他就更进一步怎么样？Search of Ahaziah，他又搜寻这个人，要找这个人。OK，and his men captured him
while he was hiding in Samaria。最后，他们找到这个 Ahaziah 王了，这个犹大王被找到了。他的人呢，在哪里抓住他的呢？啊，在哪里抓？耶户的人在哪里抓住他呢？Capture 是抓住他，发现他正藏在撒玛利亚的时候，把他给抓住了。He was brought to Jehu and put to death。所以这个 Ahaziah 王就被带来给 Jehu 了，然后呢，把他致死，put to death。They bury him， 他们就把他埋了。For they said， 他们是这样说的 ，He was a son of Jehoshaphat， 他是Jehoshaphat 的后代啊、哦，他是 Jehoshaphat 的后代 ，who sought the Lord with all his heart。Jehoshaphat 是一位很好的王 ，Jehoshaphat 是怎么样的王呢？他是追寻耶和华的，用全心全意来追寻耶和华的啊。So there was no one in the house of Ahaziah powerful enough to retain the kingdom. 但是他跟他的这个先辈这个 Jehoshaphat 不一样啊，因为 Jehoshaphat 是一位这么好的王，他是全心全意追寻上帝的哈、啊，追寻这个耶和华的，所以没有一个人。There was no one in the house of Ahaziah. Ahaziah 家族里面就没有一个人是强而有力的 powerful 有力量。足够的力量来 retain the kingdom， 能够 retain 是保留住、守住这个王权、守住这个国家、王国的，没有办法。OK， 好，就把他杀死了。When Athaliah, the mother of Ahaziah, saw her son was dead， 这个 Ahaziah 的妈妈哈、哦、看到他的儿子被杀之后呢 ，he proceeded to destroy the whole royal family of the house of Judah。他就进行了一件事情 ，proceed to， 他就进而做什么事情？灭了 ，destroy 是灭了，灭了 the whole royal family， 他把整个王室，他们家族王室的这个犹大家族的王室全部都给灭了。OK， 所以这个是最后 Ahaziah 王他的妈妈所做的，王太后所做的事情。But Jehoshaphat。现在来了一个 Jehoshaphat， 她是谁呢 ？The daughter of King Jehoram， 她是 Jehoram 王的女儿 Jehoshaphat took Joash son of Ahaziah and stole him away from among the royal princes。OK， 所以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她是这个 Jehoram 的王，他的女儿啊，他就把这个 Joash 带走了。Joash 是谁呢？是 Ahaziah 的儿子 ，Ahaziah 的儿子。然后 stole him away， 把他偷走了啊 ，from among the royal princes， 因为王太后要把整个王室都给杀光，都毁掉，但是其中就有一个这个儿子呢 ，Ahaziah 王的儿子被偷出来了，被这个 Jehoshaphat 这个女儿给偷出来，偷出来以后呢，然后呢 ，who were about to be murdered and put him and his nurse in the bedroom。他们这些人呢，本来是都要被灭掉的哈。这些王室重要的首领 ，royal princesses 是指当时王室重要的首领。Well, about were about to be murdered， 他们都要被杀死，被谋杀死。And put him and his nurse in the bedroom， 准备就是把他跟他的这个 nurse 呢，指的是就是像他的乳娘一样啊，他的保姆呢，把他们放在房间，这些都要杀死的。但是呢 ，But Jehoshaphat, the daughter of King Jehoram, OK， 但是这个 Jehoshaphat 这一位，她是 Jehoram 的女儿呢，这个 Jehoram 王的女儿就把她给偷出来了 ，in wife of the priest Jehoiada, OK， 她是这个，她是 Jehoram 王的女儿，而且呢，她是什么？她是这个Priest Jehoiada， 他是祭司 Jehoiada 的太太 ，OK， was Ahaziah's sister， 他是 Ahaziah 王的姐妹，他就把他给偷出来了，把这个等于算下他的什么，他的这个下一代，他哥哥的这个小孩把他偷出来了 ，and he hid the child from Athaliah， 他把这个孩子偷出来以后。来避免躲过谁呢 ？Athaliah 这个皇太后，皇太后是要把王室整个都灭掉的哈，所以他把这个孩子偷出来，避免呢逃过这个 Athaliah 哈 ，Athaliah 这个皇太后等于他祖母了 ，so she cannot kill him， 所以王太后就没有办法把这个
孙子给杀掉了，好，避免被杀了。He remained hidden with them at Temple of God for 6 years. 他们把这个孩子藏在哪里呢？Temple of God，藏在神的神殿里面。Remain hidden 就是他继续保持这种被藏着，给藏了，继续保持藏了6年的时间。While Athaliah ruled the land，在这个时间里面呢，是 Athaliah 皇太后亲自统治这个整个地方，整个国家。好，所以呢，Athaliah 就所以这个 Athaliah 是亲自统治。所以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是说篡了国位，也就是说这个王位其实本来应该是传给下一代的孙子，可是皇祖母就把自己这个权力给抓过来，把王室的人全部一干人等都杀光了，自己亲自来执政来统治，所以这个孙子呢就在里面藏了6年。OK，好，这一章我们讲完，我们看一下23章，好，Second Chronicles，好，Chapter 27，好，Verse 1, huh? In the seventh year, 藏了六年以后，Jehoiada showed his strength. Okay, 所以这个接下来了，这个孙子呢，他就可以展现他的力量了哈。被藏了六年，藏在这个神的圣殿里。He made a covenant with the commanders of units of 100. Okay, made a covenant. 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哈。Made a covenant 是说他做了一个约，他跟谁立约呢？Commanders of units of 100 是一百的意思，所以他跟一些百夫长们，这个是复数啊。Commanders of units 有一些有几个百夫长，他就跟他们立了约。Azariah son of OK，下面这些都是百夫长哈。Azariah 他是 Jehoram 的儿子，Ishmael 他是 son of Jehohanan 啊，他是 Jehohanan 的儿子。Azariah 他是 son of Obed，他是 Obed 的儿子。Maaseiah 他是 son of Adaiah，他是 Adaiah 的儿子。还有谁呢？还有 Elishaphat 他是 Zichri 的儿子啊。跟这些百夫长，他就跟他们立了约了。They went throughout Judah。Went throughout Judah 就是走遍了，throughout 是整个遍及，走遍了整个的犹大地。And gathered the Levites, 他们把这些人给聚拢来，招聚来了，把他聚拢了。哪些人呢？利未人，还有呢，the heads of Israelite families from all the towns, 把每一个城市里面，所有城市里面以色列家族的首领，他是 heads 啊，以色列家族的各个首领都跟利未人都把他们招聚聚集起来。聚集起来以后呢，然后When they came to Jerusalem, 当这些人都被招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the whole assembly made a covenant with the king at the temple of God. 这个时候，他们就一起立了一个约，在什么地方立的约？在 at the temple of God, 在神的圣殿里面就立了一个约。好，跟王立了约哈。Jehoiada said to them, 这时候这个王哈。藏了六年，第七年的这个王呢，他就跟他们说了：“The king's son shall reign。”这个王的儿子是应该要统治，要来统治这个地方的啊，要管理这个地方的。As the Lord promised concerning the descendants of David. OK，这个就如同为什么说王应该要来统治呢？这个就如同我们耶和华神曾经应许的一样，promised。有关于什么事情 concerning the descendants of David 有关于大卫的子孙神所应许的话这个是应该要被应验的应该要应许的好 Now this is what you are to do 好现在你们就要这样做你们应该这样做 You are to do A third of you priests and Levites who are going on duty on the Sabbath are to keep watch at the doors 好你们这些所有Priest 是指祭司，Levi 是指利未人，哈，所有的祭司跟利未人，a third of you，所有你们这里面该做祭司的利未人呢，还有利未人，你们三分之一的人，are going on duty，将要去当班的，on the Sabbath，在安息日，因为神的圣殿里面是24小时，七天都要有人当班，是吧，哈，你们这些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人该要去那里当班的人哈
而 to keep watch at the doors。keep watch at the door 是在各个大门，因为圣殿有好几个门，在每一个门那个地方 keep watch，你们在那里好好的看着哈。A third of you，三分之一是看门的，另外三分之一 a third of you at a royal palace，另外三分之一呢是到王这个皇家的王宫里面，在那里看好了。另外呢 a third at a foundation gate。Foundation gate 呢是指那个最基础的最重要的大门 OK 所以这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人就分散开来 OK 分散开来所以这个基础大门就是他们的地基的一个大门 OK 好所以三分之一的是看好这个我们的神的圣殿三分之一的是看好王宫另外三分之一的是看好这个基础的大院基础的大门And all the other men are to be in the courtyards of the temple of the Lord. 另外其他的人呢就要在 the temple of the Lord 指的是神的圣殿的 courtyards, 就是那个圣殿的院墙里面要在那个地方哈把位置都站好。No one is to enter the inner of the Lord, the temple of the Lord. 没有一个人可以允许进入神的圣殿 except 除了什么人呢 The priests and Levites on duty, 除了那些当班的啊，安息日当班的这些祭司，还有立位人的以外，其他人都不准进去。They may enter because they are consecrated. 他们是可以进去。为什么这些人除了这些当班的人可以进去？因为 they are consecrated, 因为他们是分别为圣的，他们是圣洁的啊。But all the other men are to guard what the Lord has assigned to them.其他人就负责看守 ，guard 是负责看守，看守所有上帝所耶和华神分配 On the other man. assign 是分配给他们的工作，OK，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好，所以就这样子工作就分配好了哈。其他的人就只要上帝分配给你们的工作，你们现在就是照着上帝分配给你们，你们就负责看守，OK，好。The Levites are to station themselves around the king. 立位人就负责驻守，他们这些人 station 是驻守在那里 ，around the king 护卫环绕着王，在王的四周护卫着。Each man with his weapons in his hand. 每一个人注意这个地方 ，each man 是当单数来看，每一个人都拿他自己的。武器 ，weapons 是武器啊，这个 weapons 是复数啊，所以一个人可能有好几件武器拿在他的手上啊。Anyone who enters the temple must be put to death。任何人只要进入这个圣殿，当然除了那些当班的立位人呐、祭司以外的人，其他任何人进来都被处死啊。Stay close to the king whenever he goes。你们要尽可能的 stay close to， 要贴身的。非常靠近啊，贴身的保护王。Wherever he goes， 不管王去哪里，你们都要贴身保护他。OK， the Levites and all the men of Judah did just as Jehoiada the priest ordered。所以利未人还有其他的犹大人呢，就照 Jehoiada 这个祭司所吩咐的一样，好、啊，就把这照做。Each one took his man， 所有人都把他的这个他所带领的这些人哈 ，those who were going on duty on the Sabbath， 就是包括那些在安息日要负责守当班的人，还有呢 ，those who are going off duty， 还有包括那些不当班的人哈。For Jehoiada the priest had not released any of the divisions， 因为在当时 Jehoiada 他没有呢。让他们 release 没有让他们离开什么离开他们任何一个部门也就是说所有人都不下班、啊、所有人都当班、啊、纵然你当天安息日你不当班你也要跟着一起做照他所讲的去做 OK 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先停下来在23章的八节这个地方停下来我们把、啊、屏幕让出来给我们的同工、啊、然后我们做一个